好，从这里再照一下啊，这样子上楼，这是正门 ，OK， 先上楼。哦，上楼左边是一个，应该是 master bedroom 吧，这边 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 好，这是一个 shower and tub 就是一个 bathroom， 这个房间有一点斜斜的，这个顶就往下斜了，OK。那这边呢？这边有哇，这么看，一个房间，一个 laundry， 这边还有一个 bathroom， 再多一个房间 ，OK， 然后再往这边走，这里有一个 loft， 哇，这么大一个 loft。还有三个窗户，这边还有窗户，所以这个 loft 蛮通风，也蛮明亮的。OK， 这里还有一个那个 study 的一个地方，然后走过来，哦，这边还有一个 balcony， 还有一个小 balcony， 哎，挺好的，好，这边还有一个房间。OK， 好，来，就这么多了。好。